北京的堂食终于开了，开吃。哎呀，看这螃蟹怎么样？得开荤了。这鱼有点太干了，味道还行。小龙虾不太新鲜。烤鹌鹑，烤的料全是一个味儿，烤的味道还行，就是太干了。来一个大生蚝，之前在自助餐吃一般的生蚝，它都太就这样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是挺肥的。尝一尝这牛排，看看这肉，海参、三文鱼。这东西还挺全，这虾怎么样？像这种100多块钱的自助餐还可以，这波疫情大家都挺难的，能在这波疫情坚持下来的都挺厉害的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，正是吃饭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啊，现在确实人太少了。